主播素素，天气开始回暖啦，你的心是否也开始温暖了起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心本周的国宝大小事。圣诞节还要好久啊！啊，还有复活节啊！但是为什么要过复活节呢？由火把复活节的系列聚会告诉你复活节的完整意义。记得爱 ，Remember Love， 回到一切的源头。3月25号星期五晚上7点半，受难日禁食祷告。还有3月26号、27号的复活节三堂的特别主日，欢迎火把人可以邀请新朋友一起来认识耶稣那对我们永不改变的爱哟。好的，我们现在来到了棒球比赛现场。现在的战况是9局下半两出局，现在是满垒落后3分，两好三坏的这个赛况。好，现在有请小明上场打击，球投出来了一个威棒，球还在飞，还在飞，出去了，是满贯逆转全垒打。火把人，你的生命也是可以逆转胜的，欢迎参加火把的4垒装备课程，让你越认识耶稣，生命越精彩。成长班、门徒班、领袖班，报名截止日期呢是3月8号星期二，注意喽，3月12号、13号要到主日柜台缴费哦。这一刻要邀请你做出你一生绝对不会后悔的决定，那就是让耶稣成为你生命中最好的朋友。3月26号火把受洗礼拜，时间在下午1点到2点半，与成功高中游泳池。属灵肌肉的考验，通宵祷告会来了。继晨更培灵会之后，没有熬不了的夜，只有闭眼祷告后不愿张开眼睛的你。一季一次通宵祷告会，3月18号晚上11点到隔天的早上5点半。周间聚会，星期四永不放弃祷告会是信心之夜，活着的每一天都不能放弃祷告啊！火把献殷礼拜，报名截止日期就在本周的3月6号。最后，再次热情的欢迎火把教会的新朋友们，会后可以到新人区，可以更多认识火把教会，也让我们更多的认识你。也祝福所有的火把人在今天都有美好的领受，然后经历神带领你的美好一天。